啊，我能不能选个徐誉出来？我看一下，鲁肃。我觉得鲁肃，我觉得鲁肃比黄盖强，真的。普通黄盖是不是更强？好的，看主公给不给面子了。真的是看主公给不给面子。这边有个荀彧，这边张成化直接跳反的。被你们一提醒，普通黄盖神作了呀！真的是出连弩概率很高，而且关键是就是知道主公在这里，我杀死内奸也没关系，对吧？我杀死内奸、杀死忠臣都没关系，而且曹冲多一血。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个曹冲人愿不愿意逞信我。强，曹冲如果愿意明信我的显话可就好。击，哎呀，曹冲，你别个把人牌用逞光了！强，完了，他把牌用光了怎么办啊？无情他把者牌用光亡，了！自损八百，可伤敌乐千不千。哎呦，好可仁怕！者伤人，有情者自伤。请鞭挞我吧！哎，连弩出来了！请鞭挞我吧，公瑾。连弩这就出来了！锁连环，雷杀！主公啊，主公，你一定要信我，主公！小事一桩。主公，你一定要信我，主公！自损八百，可伤敌一千。这顿先不挂的有白银狮子的，排序一定要好。请鞭挞主公，你一定要信我公啊！瑾。主公，你不信我就没得玩了。主公啊！有我在，别怕。主公信我的，nice。然后我开无中。无中生有。先把这个春哥捅死。杀！不怕你哦。无情者伤人。没出五谷。杀！出个五谷就好了。先把这春哥打死。然后看后面有没有反贼跳出来。怎能如此对我？把主公的乐给顺了。顺手牵羊。好，然后跟主公会合了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。铁锁连环，推过去。雷杀。依我看，小事一桩。如果关云平是中的话，就直接鞭挞我吧。如果关云平是中的话，就直接去死啊！让我一路推过去就可以了。有我在，别怕。对吧？就这个顺手我打，顺手牵羊，杀！不怕你哦。他出闪的肯定不是自己人，杀！出闪的肯定不是自己人，这酒我先留着，杀！出闪的肯定不是自己人，如果是中的话，应该让我去死。父亲，这个是哪？您来救我了吗？桃子是要用来救主公的，杀！这张杀先杀了这个谁？雷杀！没牌了啊、哦、！Nice， 小撑了两张牌，只能撑两张，没办法了。我要不把酒喝掉算了。请鞭挞我吧！这桃子要拿来救主公的，但是我想酒杀一刀，你知道吗？别怕！哎呀，真他妈的不开心。再杀一道主公，杀！依我看，小事一桩。你妹的，怎么只有一张杀呀？请鞭挞我吧，公瑾。要不我喝酒算了，能不能再给一张？关键是五谷难瞒这种牌要出来，啊，来了两张杀。杀！你看这家伙。只剩一张桃了，杀！张九，我想找铁锁。依我看，小事一桩。哎，主公撑下好不给力啊，一直撑不到好牌，铁锁也没有，请对吧？踏我吧，公瑾。这家伙根本不懂过牌量。别怕。哦，找到铁锁了。找到铁锁了，但是没有那个九。
先九杀掉貂蝉，然后看荀彧的了。如果荀彧是自己人的话，可以打。父亲大人，对不起。好，又干掉一个反贼。顺一下荀彧先。顺手牵羊。你妹的，没有属性杀呀。只能相信荀彧了。荀彧啊，秉忠不要屌，首先屌荀彧，荀彧是自己人，这把是不是可以做视频了呀？仁者已经山穷水尽了，人恒爱之，这个已经山穷水尽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接着杀荀彧了。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，这个我先清一点这个牌啊。过河拆桥，拆了。过河拆桥。杀。这个让他解密主公。我永不背弃。拆。过河拆桥。拆空他。等一下贴个乐。但没逃了呀，这只能杀荀彧。让他们自己刷了，我刷不了了。那只能杀荀彧，让他们自己刷了，我已经刷不了了。救啊！有我在，我靠，吓死我了！我很少打字的。首先踏我吧。这你救了之后，我可以直接苦肉的呀，这不用不救呀。吓尿我了。忍者，我有啥刚才早打了，轮到了现在嘛？火攻。你妹的，逃去哪里了？逃去哪里了？谁能告诉我逃去哪里了？逃也没有，杀也没有，怎么办？铁锁换一张，加一码。铁锁再换一张，减一也没有，关键是要减一啊！这么多牌还是没有减一，铁锁再换一张，好吧，有一张九，请鞭挞我吧，可以喝一口。九，恭请。来了张桃。但铁锁已经没有了，铁锁已经没有了，那就杀荀彧，用桃子救他吧。我永不背弃，请鞭挞我吧，恭请。有我在，别逃！哦呦，来逃了，终于来逃了，拆光他。过河拆桥，拆，好，拆掉一口酒 ，nice。来，刷光排队，找到解一码为止。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。鞭挞我吧。找到解一码为止。恭请。仁者爱人，人恒爱之。白银狮子呢？两张乐先贴出去好吧。乐不思蜀。闪电先挂起来好吧？闪电我觉得不挂的好呀。藤甲。人王盾，白银狮子没找到过。乐不思蜀还有一张贴出去。乐不思蜀。铁锁连环呢？火攻打了。火攻。看一下钟会最后一张什么牌？这个。包阵。丢掉。应该是赢了，这个可以虐，可以玩虐他们了。他不换了，这是毁天灭地三人组好吗？不是二人组。我这边有口酒，可以直接喝的，酒在这儿。请鞭挞我吧，恭请。酒，借刀杀人没有用，那我接着杀荀彧，直到把解一码刷出来为止。我。永不背弃，鞭挞我吧。桃子只剩一个了，还是要给主公留一下的感觉。实在不行，我从荀彧这条路杀过去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好多杀。那这把要不打完了，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吧？有我在，别怕。南蛮入侵来了，屌！南蛮入侵来了，好牌来了，救他，然后让他救曹冲。他们都已经失去信仰，守谦退之节。然后我直接给曹冲打无懈就可以了，因为我无懈再多也没有用。无懈可击。
对吧？我直接无懈留着都没有，然后再火攻一下中辉。火攻，耗点手牌。这把雌雄剑没有用，丢了。请鞭再抱一下，把曹冲再翻回来。仁者爱人，人恒爱之。可以决斗死中辉。史上最长回合。博月，排队要被我摸光了。这直播的时候能打出这样的配合，真的是太屌了，我觉得。桃子没有，没桃子哦，有一张桃子，有一张桃子接着杀荀彧。杀。这张是九吗？哎，是张九。永不背弃。我把这张酒喝了先。恭请。啊，又来张桃，桃园结义屌。请鞭挞我吧。我先让曹冲救我，然后开这个桃园。有我在，别怕。开了桃园，桃园，桃园，桃园在这儿。桃园结义。这张桃园屌。给太子打个无懈，可虐他啊！咱尽快结束战斗。我想找简易的南蛮入侵。南蛮入侵。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，无懈可击。给曹冲打无懈，然后再请鞭挞抱回来。恭请。这没有必要杀死荀彧的，因为可以完胜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完胜的，为什么要杀死荀彧呢？要不我停在这里也可以，就不杀下去也可以。万箭齐发，打了。万箭齐发。对，可以完胜的为什么要永不背弃？我好像看到子欣了，子欣是简易，原来刚才就已经有简易了啊！无懈可击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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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既然已经有子欣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子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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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儿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好砍死他杀。哎，就这么愉快的赢了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妨碍我的人，都得死。好的，我一定会给大家出视频的，你们放心好了。大丈夫，当代三代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排序。不世之功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？前期其实排序差一点的话，后面是刷不起来的，因为我一直没摸到简一嘛。而且前期南蛮五谷万箭一张都没出，就是靠一个就差一张，就前期在打观音瓶跟那个春哥还有那个貂蝉的时候，差一张牌就要输了，差一张牌就刷不下去了，输还不一定输，但是呢很危险，对吧？就是一个完美排序。